跟今天一样的啊。没办法，我从来没这么辛苦把握这些事。就是怪我们这个坚持同志，哎，这刚面能写的，怎么又写不出来了？太难干了。加点酒精。嗯。对啊。你看，哦，是用这个吧？不是，是这个。这个每一层的基层是一样的，肯定不一样的。之前，你们反正当真的学习来了哈。不是，这个是那个啥的。这么歪，不要看一下。对对。心肌吧。心肌。心肌，外层内层不一样。基层分为几层啊？分两层吧。加加加。应该就是这样的 ，B 层。没有，没有。
三三吗？二十三，那个很多洞吗？不是脂肪，那是细胞吗？不是吧？是，它好像是固定了之后它就成细胞了。我忍了，真的是。大体的大体浆膜层。黄虫在哪儿？对，我怎么看一下吧。行，我先找一下啊。沿节动脉呈排列。对，这个是属于那个纵贴。在这里面就一纵贴动脉啊，对不对？就大中间这条。你先用低背，当病理切片的话，一般先用低背。最低背。你看一下，这个是个动脉，窦房结动脉，你看一下。动脉的周围，哎，这么大的，动脉周围啊，上下周围啊，都是这个结细胞。结细胞是什么？结细胞。结，这个是结细胞。这个结细胞和那个正常的心肌是不一样的，这上面是心肌，心房肌，比较大，比较疏松。下面的比较小，包体比较小，比较致密。排列比较致密，形态还比较小，染色还比较淡，比较很清楚。对对，看到没有？你看到他上面的是不是？这上面这些血管啊，上面是心肌嘛，中间那里比较低的那些部分。哎，这是窦房结，结是吧？窦房结动脉。啊，窦房结不一样，它是动脉切的。对，纵切对的。窦房结动脉周围就是结细胞。动脉在哪？这结细胞就是心动脉。心上皮细胞就知道了。它那个细胞很小，染色比较淡。这上面你看，重切的哦，好了啊，我这是很多东西了，你过来了，好，那个，这边是缺乏的吗？你没有上心肌肉，心肌肉，这边有很致密的，具体的。结细胞缩小看小，有点类似于心肌缩小，这种小部分看看是包体比较小，对不对？致密，染色。你说这个吗？这里这个？在窦房结动脉的周围，看到没有？是小这个这个大的是什么？应该是在哪？在下面。是吗？还是竖起？对了，它周边就是。那个你还是血管，不只是那个血管的肌。对，那个血管的肌。那个下面的比较致密。我就没看到致密。你看到血管，我再看到疏通的心肌纤维，就差不多。是有不一样。光线这个时候，你是一说就看清楚，知道了。光线的时候。这个我要不看这边啊，这个他不是要找窦房结动脉吗？是动脉吗？是动脉这边，动脉给找到，最起码你过来一下。
周围那些。只有它上面的就是那个洞房街。不是洞房街吗？你跟那个心机比较像，它染色的身体是一样的，但不是个什么。那一片都是吗？那片都是吗？那个血管不能那么厚，是不是？我觉得血管不能那么厚。